大家好，我是柏林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在现在第三站，然后我们在 Art Taipei， 然后这是一间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卡拉 OK 酒吧。然后先来为吕强先介绍，这是吕强，我的好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吕强阿莫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。哎，不是上个礼拜吗？是啊。哎，你不让我拜一下？好了好了，这真的，因为他开始在忙这张专辑以后，他几乎有很多的时间要沉淀。要沉淀，所以我们几乎没什么时间可以见面，所以他这一次他的新歌出来也替他很开心。其实我会觉得，其实这条路其实真的蛮难的，就是我们今天都穿得非常的漂亮，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也许不是像我们现在穿的这样子这么漂亮。环境景气的问题，然后再加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棒的东西出来，所以大家的接受的资讯太多了，大家每一个人都只有一颗子弹要去打那一发，但是就真的没有练过打法，你要怎么中？其实吕强在我比赛森林之王的时候有教我唱歌，所以他算是我的小老师。哎呦，也没有啦，只是他自己也很想要知道有哪里可以改进的地方，他就会在我面前说：“吕强，我唱给你听，我现在就表演一下，你唱给我听。”他是一点害羞都没有。我是真的表演给他看，他很认真把一个房间当作是一个舞台，然后很认真的去表演，然后一次一次我帮他录影，然后他唱，他再回放再来听，然后他再消化感情。我觉得比较多是他对他自己的那个执着跟琢磨。谢谢吕强，谢谢。我们等一下去唱个歌。要唱歌。好，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大家呢聚集到我们的 Art Taipei， 然后我们今天来 Art Taipei 到底是为了谁？柏林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欢迎柏林与他的好朋友柏林跟吕强出场。我们来到我们的第四站，最后一站叫做 Locker Room， 位于在台北的闹区西门町，非常有特色的一间酒吧。它三楼有一个最有特色的东西，就是它有一个可以洗澡的淋浴舞台，所以我也许等一下会在上面淋浴给你看。走，我们一起上去。嗨，大家好，这是第四站，没错，第四站有我的朋友洋葱在这边，掌声鼓励欢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有看出你的状态。对，我的状态，这个酒精路跑，我现在已经达到了70%。我其实认识洋葱呢，是因为我们有三首歌的音缘呢。没错，然后我都有参与三首歌，为洋葱量身打造的，我还为了你去看你的那个影片。哦，真的吗？那真的很谢谢你啊。因为你都是插画形象，我就听你的声音这样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人就声音很调皮。在帮他写歌的时候，一开始其实前两首都是比较 ballad 一点的歌，旋律上面的编排没有写的那么复杂。嗯，但是洋葱真的是，有为的青年，有志壮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嫌我们前面两首写的太简单了，他要挑战更难的歌。不要曲解我的意思。应该说因为我们是合作，预定要合作三部曲，然后第三部曲我不想要留遗憾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很相信 Jersey 老师跟柏林老师，我觉得最后你们一定会帮我录到好，所以我就直接尽管出难一点。我那时候听到 demo， 我是觉得这真的是给人唱的吗？我大概录了两三次吧，然后录到后面我就真的很想回家。真的哦，就是因为那时候好像录了3-4个小时，然后录到快一点，终于拼出一个你们满意的版本。我觉得很棒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去听，赶快去听。而且我们待会要表演这首歌啊，对。然后我非常的紧张。其实我上礼拜可是有上左中奖颁奖的，我是颁奖人。对，但是我上那个台的时候就不会很紧张，但是现在要上这个唱歌的舞台，我非常低紧张。那你可不可以传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尝试过这种紧张。好，对，第一次出题的。没错，所以请你传授我几招。好，传授几招就是呼吸，你把你的眼睛真的在一个
这个空间里面去画它，好像这个空间是一个画布，然后你就去画。你在做这个呼吸的练习的时候，会把你的心率压得比较低，所以你的那个 nerve system 会比较靠。你说上台前做这件事，还是上台的时候？上台前，上台后不行，上台后整个就要爆出来了。上台了，好，没问题，走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喝水。我刚喝很多杯，拜托这是 vodka 好不好？哦，是吗？走了。走了我等下希望大家可以喊出毕生最大的声音，因为毕竟我们今天是真的是要发展的重要。酒精路跑活动，对，所以我今天的酒精浓度在我身体已经70%了。我想这大家都看得出来，其实蛮明显的，好可爱哦，谢谢，也很漂亮。好了，就好了，100分，什么是在一起？好哇。可以吗？怎么样？好了，洋葱，这首歌练很久哦。等一下破音的时候帮我尖叫，帮我盖听到没有？破音的时候就这样，就盖过去的。因为他已经进入状态了，我还没进入状态，他刚才已经跑实战。我们轻松点，我们把这边当钱柜没有问题。你要补一下吗？唱歌前都要先开嗓，加什么酒精？可以。杨秋，好吧，先掌声给杨秋，真的先抱一下嘛。